怎么进吗？怎么了？哟，这是一只的呀？什么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上次见这个还是上……我的天，口水就出来了。挤压板！哇塞，你们不是一只类吗 ？emo 了都。这样吧，把我关到刚刚那个笼子里面吧。我们今年为大家准备的项目适用于唠嗑、恋爱以及聚会都必备的表情包猜词。猜词。猜表情包猜词，每组挑一个人，根据题面挑选表情符号，其余成员在一旁的高台上猜词。高台的木板每过一分钟就会缩短一节，从高台上掉落的成员则不能继续猜词。最终回答正确数量更多的公司获胜。等一下，我怎么掉了？别自己跳了。你等着，你等着，一会儿你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板往后拉。你最好有这个力气。黄队，请准备。准备好啊，咱们就来。来吧。哎，他俩好像哎。我们俩是台儿兄弟。林队还有父子啊。黄队挑战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一首歌。这个不好猜，这有点不好猜。舞女，舞动，我跳舞女。你看那个在哪儿呢？哎，快点！女友，王菲。对。哇！怎么猜到呢？三个字，一首歌啊，一首歌，一首歌。糖葫芦，红绿灯，嘴吃，啥感觉？啥感觉啊？这个啥感觉啊？啥感觉？不是，你在干什么？三个字，嘴吗？吃葫芦，糖葫芦啊？啥感觉？甜蜜蜜，啊对，这都能猜到甜蜜蜜。一首歌，两个字，还是他，还是他，舞娘不好比啊，这个情人，答对，情人，你是怎么猜到的？三个字，完了，没了，快没了。男，皇帝的新衣，黄，青蛙变王子，王子变青蛙，答对。一个角色啊，四个字，皇后，四个字，皇后奶奶。皇后奶奶是什么？冰雪奇缘，四个字，冰雪女王，这个，冰雪皇后。雪女，啊！他们要掉下来了，我好害怕呀！你知道那个问号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迷，黄队答对六题。今年你猜没问题吧？你猜，我猜也行。要你俩猜，我给你弄吧。哥，你行吗？我行。不行，你那也行。你那也行。哥只是不想挨扎了。来吧，导演，来吧。
我还把领子递下来。哇，好老派！天哪！绿队，请准备。两个字啊，两个字是啥？歌名。星月。老人。我一眼就看到。我都看到了，东西在哪儿了？他找都找不着。沙爹，你是静止了是吗？他卡住了。是为什么要让沙哥去摆？他卡住了。卡住了吗？你要找什么？找什么？你要找什么？我帮你找。找啥？第一个字儿，听海。哎，对，两个字儿啊，歌名，第一个字儿。好慢啊！你要找什么？我帮你找。这个好，还差一个，第一个字。八九。哎，对，酒醉的两个字，酒吧，酒女，九妹。九娘，九儿，九儿，这个，九五，小，很公平。好，我们先来给左儿播放音乐，配对听第一题，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？开始作答。花店里面有花，花瓶，服务员，取款机，不，那个刷卡机，剪子，包装纸，电脑，那个丝带。顾客，还有是那个营养液，来那个写卡，那叫什么明信片？手机，人，啊人有了，说过了，那个喷壶，还有啥？过，还没过啊？你没事，咱一块儿的，咱是个 team。叶子，钱，笔。二维码，扫码的二维码。花盆，啊，那个泥，那叫什么泥？这绿色的那个花泥。水，说了吗？水。快再来几个，再来几个单，看不惯落叶。窗帘，窗户门。三名队员已经给出答案范围，接下来是队长的作答时间。你们说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。OK， 好，请左儿听题，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店。再想想，花店里面有店员、花瓶。你等会儿，他是不是已经赢了？我们出三个。不是，答得越多分越高，最多可以答错两次。够了，有一个就够了。现在已经3分，请继续。水，4分。再想想，花店里面有灯。灯要受惩罚吗？是啊。申请把我们队拆了吧，拆了，不要了。我觉得我也可以拆了。什么花？快做鲜花饼吧，快点。太疼了。五脚趾，这个太痛了。本来只是脚底，现在连脚背都痛了。任督二脉已经打通了，我告诉你。
别打了，别再打了。你别打了，我们四分够了。队长，队长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收了你的神通吧。别开枪，是我。你们的答案都没了吗？我们就说了四个。请继续。顾客。有。啊。哎呀，我的耳膜都要破了，彭和弟。啊。剪刀。泥土。有有花泥。有有。那。OK。钱。花店吗？正确。还有。贼。贼，你要不要往好的方向想一想？有贼的话，我觉得还有警察。警察，他下去扎的都是同一个位置，知道吗？啊啊啊啊！你们的造型都很幽默，都定格了，上脑了，上脑了，好痛。接下来请红队出战。好紧张。没事，反正踩都是一起踩的。啊！哦！哦！哦！真的很痛啊，站在上面都痛。请问，出去旅行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？衣服、袜子、牙刷、鞋子。牙刷牙。Toothbrush 牙膏，他说牙膏。口红。身份证。腰带。眉笔。眼线笔。帽子。睫毛膏。钥匙。钱包。洗面奶。那个面霜。笔记本电脑。粉底液。电池。耳机。耳机。你先笑别。手机。指压板。五。护照。四。漱口水。三。伞，遮阳伞。防晒霜。一。三了。时间到。完了，我觉得我们比他们难好多。你们比我们简单。请 baby 听题，请问出去旅行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？那可太多了。这个很简单呢。女孩行李箱里还会有什么？衣服、鞋、洗面奶、牙刷。再想想化妆的，再想想化妆的，卸妆膏，没有，这带了化妆品咋不带卸妆的呀？忘带了。等一下。请继续。阿姆斯。腮红。
彩虹没有。天哪，彩虹！脸上那么多笑话呢。没想到痛苦来得这么快。躺平了最后一下好痛啊。接下来请绿队出战。接力赛第一轮请准备。快一点，你试试快一点，我举着沉的啊。OK，OK，OK， 你别 OK 了，你就跳吧。OK， 哇，幸运儿就是我今天。哇，烫脚，说实话，怎么这么烫啊？回落，回落，再往这边一点。我觉得你下面那两个小球，两个摆在一起。不用两个，一个就行。看那孔出得来吗？试试试试。进了吧？差不多。我们试一局哈。啊！有了！气场，气场，好。天哪，是这样的吗？哇！哇！这么厉害！啊，是这样的。是这样的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快一点？这怎么弄？哪儿出问题了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出问题。你这样他都不会滚到上面。为什么？哎！完了，我觉得你可能不用电击了。你先把鸡扇起来，我才有鸡可以垫啊！出去一抓，我感觉这个鸡，这鸡永远不会去那儿啊！来，你呀，鸡别照我家鸡上了，快，我们那个鸡，我们那个鸡。你这么快呀、啊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你差点了，差点了，快了！哦哦，就差一点点。哦，来，记着。我们的鸡什么时候出发？大哥，你把这个往边上，把这个往边上摆。耶！啊 ！OK， 记着啊。到了吧？到了吧，快快快，他们已经到第三棒了。哦，成功了。耶 ！Let's go。哎，哎。哎，别来风啊！
哎，这不是啊？你把他，哎，这有刺儿，这个换只鸡，鸡跑了，快，凯哥，快，凯哥快点，我一直在被电着。啊，是吗？哎，这家改飞机了，你这叫传说中的飞机，是个飞机啊，这是。哎，越飞越轻。哎，海哥，我都要变熟了。气跑了，鸡飞走了。海哥，快，我们那还有一被电击的呢。这样的要求，你鸡，到你了，快。三榜太大了，这个加油加油加油！问题是我捡不起它呀，这个有点太，直接放在上面了，这不可能完成，是不是？哎，少喝点酒以后，手都抖了，放不了。妈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完全不行，这真的很痛，痛啊！就是它，你很麻，你形容。哎，好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他马上要变了。哇！成功了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还有一，还有一颗，还有一颗，差一个了。现在11分钟了，11分钟，这么久。加油，加油！我估计他很难成功。哎，太难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完成了。第一轮我们就结束了，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公布一下第一轮的用词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轮接力赛，还是先请大家来进行分配，你们在哪一个棒次？我选第三个吧。第二轮没有电机了吧？第二轮我们会有新的陷阱项目，随机的。你要不要试一下第一棒？痛吗？还是难？不痛。凯哥，我觉得你要不去那个，让深深简单一点。我弄这只鸡，我发现我不适合这个。不可能，两个炸弹还在这儿。远儿第一道啊！行，我去这儿，因为我们先写了，他们就只能写那一排了。哦，对对对。什么意思呀？你把我们的赛道给我们选了。啥意思？哎，不能商量商量吗？我们赛道的内容都一样的，只是陷阱项目是哪一个不知道。没有区别。那也行，那我这次这样，我是山鸡。山鸡啊？是鸡。是山鸡。山鸡。深深低吧。那就每个人换一个。换着玩。大家分配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大家站在你们各自的二起点上，我们来揭晓谁抽到了幸运炸弹。来吧。嘿。为什么？啊？又是你啊？怎么又是你啊？周深。这是故意的吗？这个真的没有问题吗？同一个人好明显啊。所以就是要你们要打配合呀。我们打不了。周深，你想不想当贵阳的推荐官？我想当推荐官。你想不想当贵阳的推荐官？为什么炸弹一直在这？你想不想当贵阳的推荐官？我想啊。大哥了。你是故意安排给自己的吗？我不是我安排的炸弹。你到底有什么秘密任务？不是我安排的炸弹，我没有。我刚真的是去拍的是这个宣传的。有点奇怪了，周深你。没有。恭喜周深抽到了幸运炸弹。第二轮第一棒的陷阱项目是，所有的格子里面全有指压板。然后有的是普通指压板，有的是操控指压板。
小竹笋。小竹笋。太惨了，轩轩。我怎么这么敬畏？第二轮障碍赛准备，开始。哎呀我！出身就一路惨叫过来了，珊珊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是第一个过来的。你也太想赢了，珊珊！哎呀！哎，差一点！OK。进来了！来，机长。我从这看你好奇怪啊，真的。完了，浇头发上了，洗脸呢，咋整？留没留黑？还好，我这目测好像还没有留黑水。你这是给谁浇水？成啊，喝吧。你看看人家，哎，你看看我们孟佳，孟佳这姿势你看太厉害了。你知道你就是那个成都那个大碗茶那个走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里，加油，快满了，加油，还有一点，保持，到了，OK， come on， 解开我，过，哇，你太厉害！机长，哇！有风，小心，哥，慢点，准备第二轮完成。大哥，贴个胡子贴了5分钟，你把我前面的惨叫都半废了。来，哎，快！哎，鸡跑了，干嘛去？不是，他不听话。这鸡，哎呀，我的鸡为什么都这样啊？跟这鸡玩比撕名牌还累。你看呢？多大个嘛？这鸡。OK。洗头。别呀，别毛了。到了，沙哥到了，沙哥。沙哥生气了。加油，老沙！来了，一会儿是不是得给你弄点护发素什么的？没留黑粉，没有。走吧，亮晶晶。沙溢哥，你怎么能把头发玩到这么稀巴？哥，有一种回到了乡下的感觉。你俩是现在是两个鸡，一个落汤鸡，山另一只鸡。哎，一个落汤鸡还在山鸡。鸡头，哎，下山了。鸡头走了。沙
沙哥这个导，沙哥这个抓鸡。怎么莫名其妙的有点像一个人，怎么那么像马里奥啊？马里奥，马里奥有一个红的，一个绿的，就绿的。鲁伊基，掉到肚子上。哎，他自己回家了，自己回家了。气跑了！气，快快气！上树了，气上树了，气跑了。换只鸡，加油，老沙！加油，还有一点，保持，保持。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哦，进了，耶！哇，我手咋这么抖啊？可以了，三队都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现在来为大家公布一下排名。我们都经历了什么？能够有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。关键是经历的都在我身上了。我看到了什么？这是植牙班吗？我又要被踩脚趾啦！啊！别抢我的鞋。所有人脱下右脚的鞋，伴着音乐绕着指压板跳舞转圈。当音乐结束后，用右脚去抢鞋子，左脚在原地不能动，整只右脚穿进鞋内才算成功。没抢到的成员淘汰，总积分靠前的四名成员获胜。露丝啊，哎，你就脱一只吧。我一所有人现在都这样，是1米6、1米7的，不，所有人这样合适吗？这样，所有人都这样，可以吗？你现在不这样是不正常的。你有点裹得慌。我这球鞋也是这样，卖拐了，卖拐，卖拐，知道吗？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，我上来了。请准备 ，music。被自己闪着了，哎，还不算啊！你怎么？哎，你回来，你在这儿。沙哥，沙哥，干什么？沙哥，谁回来？哇，赵老师怎么还游走？沙哥自己在这换位置。你快点，老师，你没有位置了，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，到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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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成功了，好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我这群众基础，哎妈呀，这不成功都不行啊！他真的，墩墩整个人都躺在里头了，墩墩哪是指压板，根本就不怕这个，背压板。我们这一轮没有成绩，因为都是双脚全部进去了。哦，这样啊！但你很厉害，沙哥，超棒。好棒，好棒！啊，你在安慰他对不对？看的是他安慰。哄小儿呢？只要我成功的那次都是失败的，都是演练。你为什么今天又这么想赢呢？为什么呢？他今天很反常啊。今天这么想赢沙哥，那你自己想呗。您好歹也是个校草，所以颜值超高。是从前，那也高过。嗯，十足不仅限于魅力。又开始了，自己今天把手表戴上了，防止我上测谎仪。八进五的比拼，请出歌。八进五的比拼，请出歌。
啊！好痛！好痛！啊！缩脚步吧，咱俩这样，咱俩真的看谁能把这个鞋穿走。公平竞争是吗？公平竞争。我怕鞋坏了。我给你这只，真不错，我给你真不错，我给你这只，真不错，真棒，脚速真快，给你，脚速很，本来就是你，我给你。你踩了我们一脚，是你吧？是你吧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哈密男孩。这位哈密男孩，好吧，既然你是哈密男孩，我就原谅你。你怎么这么没有劲？完全抓住了他的弱点。在最近的打歌期间呢，只要提到哈密男孩女孩，都会获得他的赞赏。无条件，没有原则。我这个让给你，我不想跟沙哥玩。我也不行的，我跟沙哥玩不了。你这个让给人家，人家不想跟你一起玩游戏。你什么眼神？你什么眼神？我这次让给墩墩玩一次，可以啊。特别提醒一下，如果将名额让给另外一个成员的话，那么他最终获得的分数将由你们两个人平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沙哥这个毒瘤走了。毒瘤？难道他就是著名的杀毒软件？哦，杀毒软件。赵露思在干什么？像那个有一个小动物。对，你要珍惜我的机会，哈密。没有办法单脚够着啊，够不着啊，够着的。你看啊，你在干嘛？预备一下。你看这样的话，对吗？够到了呀，够到了呀，够到了啊。但是要迈的就比较费劲儿，就比你们的过程要长一段。你够到了之后，你拿两个脚趾头把它夹出来呀，再穿啊。那你得光脚呀，那得。那赵露思在圈外永远是，对，永远都在准备中，准备中。我要看你在哪里都是，我要看你的那个。哇我可以再把名额让给赵露思吗？可以啊。我想给你一次机会。就是要锻炼你。就是要脚短。你们就是懒。这样就剩一只了吗？我们往外拿一点行吗？为了照顾一下女孩子，我们把它放这儿可以吗？放这儿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是觉得因为你特别喜欢指压板，来一次不容易，我们老玩。而且但你看他走在上面都毫无感觉的。对。哎，那这样我们鞋还是放里面，那赵露思可以在外面这。可以可以，因为他也不怕痛。我可以一只脚进去，一只脚出来。因为他也不怕痛。因为你完全没有抢到过，所以只要你抢到，怎么都行。哇，他在讽刺你。你说嘴巴嘟嘟。露思，快证明给他看看。哎，对，你这有点过分了。死盯这个地儿就行了，我觉得。要转起来。还是没关上，还是没穿上，都在旁边了。你说还要我们怎么做？
哎，导演，我刚刚在这个上面走的，不算半分吗？扣两分。那是我们对你的照顾。好，那是我们对你的照顾，你还加分。这个项目指压板跳远，在指压板上连续进行三次跳远，根据距离的远近来排名。哇，这个太疼了，不敢跳啊！这个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完成跳远，所以我们允许大家穿着袜子来进行三级跳远。我选这个，你别一会儿扎那上面。老沙，到了你的主战场了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哎，给，加油！哎、算了算了，这太疼了，太疼了，老沙，这趴可以没有成绩，算只能这个。沙哥，你别想不开。我要想不开啊！你有一种刮骨疗伤的感觉啊！这个真的疼哎！巨疼！好，沙哥的挑战，甲板跳远。你走了两步，你总共三步了，三步了，三步了，退回去，三步了，三步了，三步没了，哥，你结束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已经三步，一二三，结束了，你这不算，要重新开始。好，有成绩，有成绩，有成绩，坚持，太励志了，哥。哎，哎。哎，第三下怎么得到这儿了？别过去啊！别过去！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！鲤鱼跳龙门。好，沙哥第一次挑战，成绩三米五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歇会儿吧，现在。我先歇会儿。好，那第二位要出战的成员是 ，baby 来一个吧 ，baby 来一个 ，baby 来了 ，baby 来了。女生的起跳距离从1.5米开始啊。这儿。越轻越没事。OK。来吧，加油。哦。还有我的最好的实力也就只是这样了。对啊。没事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我以为你能上来了呢，你还是非常准确的找到了个边缘。可以可以，加油加油！哇哇，非常轻松，但是你那小脚缝找的，我一看，这老到位了。好 ，Baby 的挑战距离是4.3米，恭喜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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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越超越超越。超越来了，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好，接下来是凯哥挑战甲板跳远啊！哒啦啦滴啦啦，哇！凯哥不疼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东西完全是心理上的障碍，只要能够克服，不行，越站越久越疼。我那就快跳吧，超越，票房大卖。从你们老将的身上，我看到了跑男的精神。你下部电影能不能拍个美食的？咱不拍体育的了，行不行？好，凯哥
挑战距离7米，恭喜。我听到了你脚后跟碎的声音，是吗？啊，挺厉害的。凯哥，我来吧，重返一下历史啊！139，欢迎欢迎超越。果然今天的主题是超越自信啊！真的超越自己啊呀！从1米5开始。好。好，宋雨琦，指压板跳远，请准备。你们都没有痛觉吗？这个等一下，不要打断我，等一下，我在急救。我看着都觉得脚底板疼啊！太疼了，真的。加油加油！差不多差不多啊！哇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差不多差不多啊！哇！加油加油！雨琦，距离7米3。自信，再来！加油加油加油，凯哥加油！凯哥，我相信你，再来！你是不疼的。好，目前场上领先的两位是雨琦和凯哥，分别是7米3和7米，恭喜！好，139。好，还有成员要挑战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最后成就了。没有没有的话，我来一把。来来来，好，我们欢迎一个。加油，来吧来吧。好，蔡徐坤挑战指压板跳远，请准备。心理障碍啊，有心理障碍，这个有点吓人。一点都不疼。是别人两步的距离啊，你太拼了吧。这个我错了，妈妈妈妈，这里不可以这样子跳，这个你可以稍微控制，不能那么狠啊，不能那么别滑啊，你跳过去他就哇。触电了，感觉任督二脉都被打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适应了，他已经适应了。最后一步了啊！加油，8米，随便一跳就行了。8米。救命啊！8米。冻在了小竹笋上。蔡徐坤挑战距离8米7，8.7。目前场上最好成绩，跳远之王啊！太强了！以后这个节目就给他保留下来，
每次蔡徐坤上来先表演，我这是供蔡徐坤专门跳，对，我帮他拿着小竹笋每天。耳机进入花房，该对其余成员在答题区回答问题。答题结束后，女队长走出花房开始作答。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。若答案与队员相同，得一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答错接受惩罚，回答错误下课，游戏结束。就是说，每个人要下去的啊。对，答错一次。就全员接受一次减压版惩罚。全员下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选我们第十季的专属幸福之花，所以这一环节允许大家穿上袜子，这样的话会减低一点点疼痛。等一下是一组一组依次答题，其他不答题的组坐在旁边的吧台区来品尝一下鲜花饼。哎，这是刚刚做的那个鲜花饼吗？鲜花饼做好，尝尝尝尝。哎，我给大家准备鲜花饼之外，每一张桌子上还有果香浓郁、一口清甜、营养美味、超好喝的安慕希清甜菠萝酸奶，这也是我们今年安慕希的新品。安慕希和鲜花饼更配哦。哎 ，baby， 你不要挡住我喝安慕希这个镜头很重要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镜头。怎么有了安慕希，你们整个流连忘返都不想玩游戏了是吧？对啊，因为安慕希太好喝了，赶紧喝一个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按照上一环节的排序，排名最末位的黑队先来。对对对，黑队啥时候没先来过？很公平，很公平。打量打量。很公平，很公平。好，我们先来给祖儿播放音乐。黑队听第一题。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？开始作答。花店里面有花，花瓶，服务员，取款机，不，那个刷卡机，剪子，包装纸，电脑，那个丝带，顾客，还有是那个营养液，来那个卡，那叫什么明信片？手机，人，啊，这有了，说过了。那个喷壶，还有啥？过，还能过啊？你没事，咱一块儿的，咱是个 team。叶子，钱，笔，二维码，扫码的二维码。花盆，啊，那个泥，那叫什么泥？这绿色的那个花泥。水，说了吗？水。哦，快再来几个，再来几个单，快！窗帘，窗户门。三名队员已经给出答案范围，接下来是队长的作答时间。你们说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。OK， 好，请祖儿听题，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。耶。再想想，花店。花店里面有。店员，花瓶。你等会儿，他是不是已经赢了？我们出桌三个。不是，答得越多分越高，最多可以答错两次。够了，有一个就够了。现在已经三分，请继续。水。四分。再想想。花店里面有灯。灯要受惩罚吗？是啊。躺平了，好痛啊！太痛，好可怕、啊！我申请把我们队拆了吧，拆了，不要了！我觉得我也可以拆了。什么花？快做鲜花饼吧，快点！太疼了！
疼啊！大拇脚趾，这个太痛了。本来只是脚底，现在连脚背都痛了。任督二脉已经打通了，我告诉你。别打了，别再打了。你别打了，我们四分够了。队长，队长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是我，你们的答案都没了吗？我们就说了四个，请继续。顾客有啊，哎呀，我的耳膜都要破了，彭和弟啊，剪刀，泥土，有花泥，有。OK， 钱，花店吗？正确。还有贼贼。你要不要往好的方向想一想？有贼的话，我觉得还有警察。警察，他下去扎的都是同一个位置，你知道吗？都定格了，上脑了，上脑了，好痛！接下来请红队出战，好紧张，没事，反正踩都是一起踩的啊！爆！哦。哦，真的很痛啊，站在上面都痛。请问出去旅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？衣服、袜子、牙刷、鞋子、牙刷牙、toothbrush 牙膏，他说牙膏。口红、身份证、腰带、眉笔、眼线笔、帽子、睫毛膏、钥匙、钱包、洗面奶、那个面霜、笔记本电脑、粉底液、电池、耳机、你看笑柄、手机、指压板、护照、四、漱口水、三。伞，遮阳伞，防晒霜。三楼，时间到。完了，我觉得我们比他们难好多。你们比我们简单，简单。请 baby 听题，请问出去旅行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？那可太多了。这个很简单呢。女孩行李箱里还会有什么？衣服、鞋、洗面奶、牙刷、牙膏，还有什么？让我想一想，想一想还有什么？你再想想化妆的，再想想化妆的，卸妆膏。
请继续。安慕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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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慕斯。腮红，腮红没有。居然没有腮红，脸上那么多需要画的。没想到痛苦来得这么快。躺平了，最后一下好痛啊！再来，请绿队出战。加油！试一试就知道了。加油！减轻一点重量。好，绿队请听题，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？计时开始。可乐、鸡蛋、酸奶、安慕希、雪碧、青菜、水果。水果说水果呀、苹果、生梨、生梨，这也太难达到了吧？橘子、西瓜、樱桃、哈密瓜，随便说。肉、大白菜、冬瓜、牛肉、黄瓜，酒，啤酒、红酒，威士忌，气泡酒，冰激凌，冰激凌，冰块，雪糕，巧克力，面包，有格子，那个隔板，冷空气，速冻水饺。鸡蛋输了啊！面条，老干妈，酸菜，咸菜，3、2、1，我跟你讲，我全程看着你们，我根本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王鹤棣，你在干嘛？热个身。请听题，请问。冰箱里面有什么？冰箱里面有什么？鸡蛋。正确。汽水啊，可乐没有汽水，可乐是汽水啊，大类嘛，汽水大类，可乐有了呢，那个，正确。这个变成你比划我猜的结果了啊，这有点过了啊。Whisky。正确。还说啥了？我都忘了。啥呀 ？OK。苹果。正确。OK。西瓜。正确。葡萄。葡萄没有。葡萄吗？三个男孩子平时不爱吃葡萄。第一时间离开是对的，我觉得真的，第一时间要离开，不要一直贪恋在这个上面。来，请白鹿继续作答，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？碗。冰箱
铁板上的剩菜吗？我的天哪！啊，感觉上一次压指压板还是在上一次。马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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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请问除了鲜花，男生在过节时可以送女生什么礼物？计时开始。衣服、戒指、裙子、鞋、钻石、红包、口罩，还有送口罩的，手套、手表、手机、电脑、吹风机、洗衣机、卷发棒、冰箱，还有书包谁会喜欢送书包啊？车这全都已经超出我的经济范畴了。游泳衣、电影票，然后还有狗、猫、羊、猪、鸡、牛、鱼，能买的所有宠物，马，骡子，还有小兔子，玩具、手办，然后那个自行车，我他们说好多，左儿听题，除了鲜花。男生在过节时还可以送女生什么礼物？除了鲜花，听懂了？只有一次答错的机会啊！包包，正确。没了吗？裙子，正确。手机，正确。口红，正确。手表，正确。哇哦，好厉害啊！外套。衣服，这是衣服。衣服了，这是衣服。正确。泳衣。哇、哦，这都猜出来了。正确。单车。自行车。正确。这无法超越了，我觉得太牛了。你有想不想养一条狗？提示了，不算。你们都你比划，我猜了都。那不是从绿队开始的吗？啊，把啤酒的旋儿都演出来了。那个声音我都听见了。还好意思？好，我们公平啊，好，来继续。洋娃娃。有玩具，我说了娃娃，那个娃娃玩具玩具能跟洋娃娃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哎呦我天，终于把这一次整完了。请红队听题，请问女生喜欢的食物有什么？开始作答。螃蟹、巧克力、小龙虾、巧克力蛋糕，不，牛肉、冰淇淋。哎呀，我刚要说，汤圆、冻的、羊肉串、面条、奶茶、麻辣烫、担担面、火锅、火锅底料。苹果、香蕉、柿子、李子、梨。苹果，你说个绕口令得。芒果。四。彩虹糖。三。跳跳糖、棒棒糖。天哪！已经很多很多了。请问女生
喜欢的食物有什么？女生，那可太多了。都爱吃的不一定是你。反正我爱吃薯条，这也创了新高了。哇，哭了！我爱吃薯条，爱吃汉堡，你们一个都没有吗？我们都往正大菜上去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题，一个没说吧？一个没说。这么没有默契的组合，快把它们拆了吧！薯条 MVP， baby 姐，你们说的这些确实不是我特别爱吃的。接下来请绿队作答。第一了，文文。万一他们翻了，他们只要不演、不比划和猜，咱稳稳的。请问，男女生第一次见面的约会地点会选在哪里？公园、电影院、天桥底下、天桥底下、天桥上面，那是街头吗？那是。地铁站、理发店、理发店，不是理发店，什么概念？家里，小树林，小树，书店，游泳池，酒吧，KTV。超市，小卖部，办公室，不是你的点有点怪呀、快点多说点呀、商场，游乐场，学校，操场，篮球场，网球场，乒乓球场，足球场，烤串，小脏摊是什么？就是马路边的那一种吃东西的地方。山上。一起去爬山，海边，沙滩，对，密室，剧本杀，倒计时，的士是吧？出租车，公交车，火车，飞机，轮船，他的答案，坤儿的点很好，今天，坤儿的点都是天桥底下，我拉你唱。来吧，我看看是何方神圣。请问，男女生第一次见面的约会地点会选在哪里？电影院。KTV。正常。游乐场总有吧？正确。游乐园。你看我，别看他了。导演提示你，别看他们了啊！啊，公交车，正确。公交车，不要看了。刷，哎，这啥呀？你别误导他。不能再这样了啊！这样我们就要直接惩罚了啊！火锅店。什么？火锅店没有。火锅店没有吧？好，来，请准备。为什么不去火锅店呀？吃了一身味儿，咋约会呀？认真。直接晋级，红队和绿队其中的一组会面临拆队的风险，因为排名是绿队第二，红队第三，所以在我们的转盘上，红队7格，绿队3格。这再中了，真的是。来，一二三，看呐，朋友啊！哎，我看的这个感觉有点晕呢。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紫的、蓝的、绿的、白的、绿的、白的，我的天哪！
常的，我有点晕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马上就要公布结果，我们来一个宣布结果，就是好像是红色，绿色，又是红色，又到了绿色，马上又到了红色，到底是谁呢？哦，不对，你会发生什么？谁会？还在走，太丝滑了！很遗憾，红队在这一环节要被拆队，所以要把 baby 的花名牌换成摘掉了，摘掉了。同时，你们挑选的这种玫瑰也会把它拿去做成玫瑰花茶。哎，可以。我做成茶了。我那个做，我觉得我那个泡脚最好用。要干啥？什么东西？啊！天哪！这个太吓人了。这有点太狠了，大肉。我们接下来要考验大家的团结合作的能力，所以这一项任务就是要在指压板上跳绳。我的妈呀，在这上面跳绳还得了？我是我摇绳吧，是吧？那怎么可能？就是很简单，有两个裁判给大家摇绳，三个队员依次进去，第一名成员拿一个鼓棒，第二名成员进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成员把鼓棒传给第二个成员，第二个成员把鼓棒传给第三个成员，同时第三个成员身上还有一个鼓，敲响这个鼓就成功了。每一队最多有五次挑战机会，来吧，我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。我跟你说，玩指压板的秘诀是什么？你要控制你的肾上腺素的分泌，就你上去的时候要告诉自己的肾上腺素分泌炸出来。就不会痛。来吧，沙溢哥先试试劲。可以，好厉害。沙龙腾飞。不是！长山赵总，我见证杀阵，我。可以，马老师可以，已经不理智了。见谁杀谁，我真的。来吧，绿队，首当其冲，谁第一？谁第二？谁第三？第一那个跳最久吗？肯定，我最后，我是鼓王。肯定是你啊，郑凯。你还用想吗？我第一，这是香港鼓王的。对，我只负责敲鼓。香港鼓王，你是不是香港脚王啊？香港脚王没有人敢当啊！香港脚王。现在考验的不是鼓，是脚啊！绿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哼，肾上腺素，来吧。快啊！太血腥了，太疼了。这些年，凯哥的绝承受的太多了。太疼了，绿队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你快点来啊！喂，往前！喂，我好痛，我好痛！快啊，来啊，人呢？喂，我好痛，我好痛！快啊，人呢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的步伐不一致，你们两个步伐。看的都疼，快点来啊！
啊啊啊啊啊啊啊！我好痛！喂，啊，节奏好了。我好痛！快啊，来啊！哇，太痛了！啊，怎么回事？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我跳的不够高。你不用跳很高，你只要腿起来就行。但是我是第三个嘛，这里要跳的比较高才可以。对，所以我们再往前一点，你可以。可以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全都是一样，我天！继续吧，继续吧。加油！呼呼，哇疼，疼啊！挑战用了四次机会，好痛啊！哦，耶耶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谁是第二名啊？白队，我觉得我们担当不起第二名。白队，请准备。来，来，那藏一个棍儿嘛，然后，哎，然后我就直接拿上去。哎，对，我收起来，然后你就从那棍儿抽出来不就完了？你就拿他们当傻子了是怎么着？这不都拍着的吗？这镜头都记录着呢。来吧，白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啊！跑吧！啊！啊！太疼了！以为是个王者嘞。要不第一个，给我呀，第一个。啊！我想跳的，我不是在那儿，我不敢蹦。咱不信，放弃吧，别琢磨了，算了，你也看出我们的实力来了。哎，刚才你们在唱歌时候争取 PK 的气势去哪里了？我还没活血呢，加油，可以的。我们已经化瘀了，我们已经甭活血了，我都没感受呢。要不你先来，你头一个。我不行。你第二个，我最后抱小虎。那这个就一直上不去了。我没有拉胯，不关我的事儿啊。我第一棒，我第一棒试一下，好吧？我第一棒，因为我的问题在于进去。进去能
啊，对你打出汗了。刚才在黄河旁湿气比较重，现在给大家逼出来。还是你们想的周到。听着鼓点，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哦，哎呦，低点，靠低点，说。给我。没想，敲错了，敲哪儿了？没敲，想是这样，就是你敲了立下，然后绳子卡住了。红队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哦，这比小时候老跳绳了。红队挑战成功，好棒！厉害，厉害！我不是，我觉得我们疼痛感是 OK 的，我们就是不太协调。不要让前一个再多等待一次嘛，就是进就赶紧进，赶紧进。黄队一次就挑战成功，恭喜！终于到了第一。我们再试一次，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。我们有申请的机会吗？白队不想当最拉胯的，我们可以是最慢的，但是我们起码成功一下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不是，关键那三组都赢了，都成功了。我们不能拉胯，加油！来吧。泪花了已经，哇，太痛了！
王吃一下，好吧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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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相信自己。我懂了，我找到，找到，找到感觉了。走，走，走！哎，很棒！好样的，好。战术就是一个进赶紧进，对。战术问题，战术问题，战术问题。就是很简单，有两个裁判给大家摇绳，三个队员依次进去，第一名成员拿一个鼓棒，第二名成员进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成员把鼓棒传给第二个成员，第二个成员把鼓棒传给第三个成员，同时第三个成员身上还有一个鼓，敲响这个鼓就成功了。每一队最多有五次挑战机会，来吧，我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。我跟你说，玩指压板的秘诀是什么？你要控制你的肾上腺素的分泌，就你上去的时候要告诉自己的肾上腺素分泌炸出来，就不会痛。来吧来吧来吧，沙溢哥先试试劲，可以可以，好厉害。沙龙腾飞，我来吧，绿队，首当其冲，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？第一那个跳最久吗？肯定，我最后，我是鼓王，肯定是你啊，郑凯，你还用想吗？我第一，这是香港鼓王的。对，我只负责敲鼓。香港鼓王，你是不是香港脚王啊？香港脚王没有人敢当啊！香港脚王。现在考验的不是鼓，是脚啊！绿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哼，肾上腺素，来吧！快啊！血腥了，太疼了。这些年凯哥的绝承受的太多了，太疼了。绿队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你快点来啊！喂，往前。喂，我好痛，我好痛，快啊，来啊，人呢？喂，我好痛。我好痛，快啊，人呢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的步伐不一致，你们两个步伐不一致啊！看的都疼，快点来啊！啊啊啊啊啊啊！我好痛，喂！啊，节奏好了。我好痛，快啊，来啊！啊！啊！
哇，太痛了！啊，怎么回事？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我跳的不够高。你不用跳很高，你只要腿起来就行。但是我是第三个嘛，这里要跳的比较高才可以。对，所以我们再往前一点，你可以，可以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全都是一样，我天！继续吧，继续吧。加油！挑战用了四次机会，好痛啊！哦，耶耶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谁是第二名啊？白队，我觉得我们担当不起第二名。白队，请准备。来，来，那儿藏一个棍儿嘛，然后，哎，等会儿我就直接拿了。哎，对，我收起来，然后你就从那棍儿抽出来不就完了？你就拿他们当傻子了是怎么着？这不都拍着的吗？这镜头都记录着呢。来吧，白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啊！跑吧！啊！啊！太疼了！以为是个王者嘞。要不第一个，给我呀，第一个。啊！我想跳的，我不是在那儿，我不敢蹦。咱不信，放弃吧，别折磨了。算，你也看出我们的实力来了。哎，刚才你们在唱歌时候争取 PK 的气势去哪里了？我还没活血呢，加油，可以的。我们已经化瘀了，我们已经甭活血了。我都没感受呢。要不你先来，你头一个。我不行。你第二个，我最后抱小虎。这个就一直上不去了。我没有拉胯，不关我的事儿啊。我第一棒，我第一棒试一下，好吧？我第一棒，因为我的问题在于进去。对，你咋出汗了？刚才在黄河旁湿气比较重，现在给大家逼出来。还是你们想的周到。听着鼓点，咋了？他咋了？冲我，小高！
哎呀！把人抢跑了，多一个都不想跳是吧？多一个都不想跳，你这你把我给我自己人哄过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倍儿紧张。哇！哇！失败。红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哦，哎呦，低点，靠低点，不，给我，好了，成功了，哎，没笑，没有，没笑，没笑，没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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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敲错了。敲哪儿了？没敲，没敲，想想着这声，就是你敲了立下，然后绳子卡住了。红队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哦，这比小时候老跳绳了。红队挑战成功，好棒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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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厉害！我不是，我觉得我们疼痛感是 OK 的，我们就是不太协调。不要让前一个再多等待一次嘛，就是进就赶紧进，赶紧进。黄队一次就挑战成功，恭喜！终于到了第一。我们再试一次，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。我们有申请的机会吗？白队不想当最拉胯的，我们可以是最慢的，但是我们起码成功一下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不是，关键那三组都赢了，都成功了。我们不能拉胯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吧来吧。眼睛有泪花了，已经。哇，太痛了！哦！我低棒试一下，好吧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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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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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。我懂，我找到感觉了。走，走，走。哎，很棒。好样的，好。哎。很棒，很棒。
不，我们刚才没有那个战术，就是一个进赶紧进，对。战术问题，战术问题。